哎，你们自然不怎么不开灯啊？哎，朋友们，该进来还是得进来啊。我们进不去了，门锁了，怎么办？锁了，门锁了，开不开呢？不是，黄石，黄石，黄石，门锁了，开门啊，开门啊！黄子，你能不能使点劲看一下，我郭老师在里面。黄石，我拆开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东西，赶紧。黄子，你能不能使点劲看一下，我郭老师在里面。黄子，我拆开了。我吓一吓你们，我吓一吓你们。走走走。这什么玩意？不是，为什么公司不开灯了？这是。哎哎，怎么开了灯啊？领导，领导。领导，我们过来领成绩单的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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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领导，你到底什么情况？领导，你怎么了？领导，你怎么了？你下来吧。啊啊！你们还有人？你们还有人？浩轩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是，领导怎么了？哎呦！霞上吊。不是，领导什么情况？下来，他不是没了吗？陶姐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做出这种幼稚的行为来耽误大家的工作。以为我想这样吗？所有的办法我都尝试过了，你们就是不同意把我调到二楼行政前台工作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这样逼你。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。调岗，想都别想。你不是不知道公司的规定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回到你的办公室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这公司有问题，快走，赶紧走！胡说什么呢？快走！快去！那我们跟着他走吧。我们也走了，我没及格，我走了。哎，各位，各位留步啊！你们不用理他，这个员工困扰我很久了。他才入职一个月。就多次违反公司的规定，你也不反思一下自己，你也不反思一下自己，说什么呢？你说人家的问题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在一分是有原因的，你。你说公司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我们公司会很难办。那可不嘛。你们也看得出来，我们公司各项福利待遇都是特别好。是真的吗？特别好，而且。谁都想挤破头进来啊！你说他可倒好，你看那个头真破了，你看那个头真破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懂得知足，你们千万不要向他学习。好，一定。我们发现陶杰和小迪没有在工位上，正在全公司展开搜索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我现在过来。不是我们领成绩单。对了，你们领成绩单是吧？对，应该已经发在我电脑里的邮箱里了。一会儿你们把它打印出来，然后带到右前方的游戏内测室来找我。是，好了，游戏内测室啊，我们可以去内测游戏是吧？
先看一看这个东西吧。看一下，看说的啥？岗位职责，负责新员工的招聘面试，禁止招聘热血血型员工。哦，所以说一旦热血，他就会打低分，有可能是。黄子也热血型吧？我血挺热的。公司员工间需要保持距离，禁止交头接耳。未经许可，禁止进入总裁办公室，禁止展现喜怒哀乐等过于激烈的情绪。这个公司太奇怪了吧？这上面好像有东西吗？先开电脑。这个一三二四什么意思？来，文涛来，这题你不写，谁写？看不懂。所以是什么？把这个补全？补全空格地方是密码吗？密码提示橙色。这是一个什么呀？一三二四。一三二四。一三二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三二四。一三，汇集最什么冷场的人才，打造风靡全，但它这个颜色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两个有关系吗？你觉得这个和那个 ？Orange 啊 ，Orange Blue 和全世界，全世界。World 是吗 ？WORLD， World。对对，哎，还真有可能。World 的，对。全 World 的嘛。但是跟这有关系？有可能有关系啊。来，黄老师，笔，纸。World。Excel Word。哦，对，哦 ，Excel Word， 哎，对哦。哇，可以啊，涛涛，职场精英。有啥用？还有 PowerPoint， 这个是一 O P 三 O P E 四 O P N O P E N O P N Open Open 有，厉害啊！明明可以啊，明明，哎呀。剪辑软件，这啥意思啊？我们先看其他。就，那他是不是？监控应该要看监控。看监控，门外监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他来了。声音？哦，没有声音。要看他嘴型。芝麻开门，我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芝麻开门，我是离谱。对，八个字。芝麻开门，我是离谱。哦，这可记录声音的。安保部吧，我是李经理。杨总让我订的芝麻到了，发的捕快，你开门，让快递进来吧。应该是我们要把它剪成那个芝麻开门，我是离谱，要把它里面的那几个音儿给它嗲出来啊，嗲，就是给它提取出来。啊，不过这下面有这个还好。对，我是李经理，把经理去掉，然后把那个捕快的把那个捕快的捕剪过来，就先分割，分割完了以后把它拼到一块儿。导入视频，你先把它放大嘛。我先把它弄大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有那个智能补帧的，我天哪，来录个蜜桃还要会剪辑，家人们，帮我订，订的，芝麻好，然后把这一段单独拎出来，然后看一下，可以了，芝麻都剪出来了，继续吧。你把这个缩一下，你把这个大还是小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把它。王子直接来呀、啊！哎呀，你在这干什么？真的是。声音
识别密码锁。待会儿他这个地方。